心绞痛常见胸部压迫、发闷或紧缩性，也可有烧灼感，疼痛出现后常逐步加重，达到一定程度后持续一段时间，然后逐渐消失。心绞痛一般持续数分钟至十余分钟，很少超过半小时。发病时多面色苍白、恶心、呕吐，疼痛难忍，南方常见。我们推荐一个缓解心绞痛的食疗方案，茯苓、白扁豆、花生、莲子、赤小豆、西米、小扁豆、刀豆、紫米、香米、梅豆、青稞、燕麦、芝麻、白子仁、开心果、桂圆、长寿果、甜瓜、大枣各5个放在一起熬粥服用。